你别说啊，这次骗票，我觉得我还是被骗一下吧。40抽一个黑蛋呢，60抽可以获得冬春雪头像框，但我已经有了，所以冬春雪应该是会变成重复的，变成勾玉吧。然后绝版的插画卷，这些绝版的插画都可以兑换呢。这里面我只有2张是有的。来骗，来偷袭，来。写一个名字，哥，那就来挨骗吧。第一个10连抽，星熊、萤草、管胡，40抽一个黑蛋嘛。其实我主要还是想抽一下 SSR 啊，想抽一下千金二号机，以后活动会方便一些。第一个10连抽，10连召唤。获得了冬春雪头像框，因为重复的原因，直接变成了150勾玉，就抽到一个星熊。那第二个10连抽，画一个鸽子，概率 up 呢？快把我的千机给我，画一个肥美的鸽子。3星巫蛊师，喵掌柜。青蛙瓷器，九命喵掌柜，一目莲，一目鲤，植物，还有小酒吞，辉夜姬，慈母哈，这一波的话出了很多的老牌 SSR 啊，并且获得了绝版插画券，绝版插画券是20抽掉落的，不亏。画一个地狱鬼手慈母，教他死哟！私の自由さに。又出现了一只辉夜姬，作父童子。哎，屏幕终于黑了呀！哇，是那个，是那个腿很长的荒。是慌的，第一个概率 up 已经出现了，SSR 慌，那就来画一个慌吧。荒手上这里拿着了一个他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。然后这里的话一个月亮啊，这里的话一个星星。然后为了体现荒的特点，我们要把这个腿画的长一点啊。哎，大长腿，40米大长腿，一看就是荒将。正。兵勇，小酒吞，黑蛋已经拿到了，现在已经完成了4个10连抽了。那么再来2次10连抽，这个活动对我来说就结束了呀。再来2次10连抽就可以拿到最后一张绝版插画券，因为冬春雪已经拿到了嘛。希望最后的2个10连里面，赶紧把我的第二个概率 up 给我，把我的千机给我，就写个千机。能够有个2号机的千机不觉醒，以后活动他就不会拔锤了，还是要方便一些。妖狐，犬神，
最后的一个十连抽，画一个夜叉吧。好久没有画夜叉，都快忘记夜叉怎么画了呀。哎，糟了，把夜叉的脸给画瘸了。我的这个鼠标今天不是很听话呀，夜叉老哥，别打我。哎，先把这个角给画出来。啊，夜叉。好，有那味儿了。太久没有作画，感觉画工有很大的退步啊。恶鬼绝手无，哈哈哈！那现在已经把60给抽完了，60抽抽完还是没有出第二次概率 up， 也不抽了呀。看看明天的免费一抽会不会出奇迹吧。现在来把绝版插画券给兑换一下，留着蓝票等着1月6号的 SP 彼岸花。看一下有哪些画呀？无畏之心是鬼切的，开学季啊，灰夜姬的这个插画，月之雨姬，这个现代乐团的插画，暖心甜茶，鬼船侵袭这个算了呀，这个图在官网可以下载到的，就没有必要买了。宿命之伴，小浪荒川的。源氏之刃，原来光和鬼切的。玲珑七面，面灵气，漫天虎火，玉藻前，不落荣光，还有浮光白景，这两张都已经买过了。那么这两个插画券的话，交给谁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共有十张插画呀。是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还是六号、七号、八号、十号？六号开学季，灰夜姬就这样把它买了吧。灰夜姬的这一个，虽然天天黑他是管胡，但是灰夜姬还是真的很可爱呀。第一个，那还有一个插画圈。源氏之刃，玲珑七面，宿命之伴，甜心暖茶，无畏之心，要不要最后就拿下鬼切的插画算了？鬼切这个还是蛮好看的。哎，就他了，嘿嘿，搞定。